小磊吗？哎妈，怎么了？中午回不回来呀？不回来呀？哎，你中午回来吧，我有大事跟你说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现在马上回来吧。不行，这话我必须当面跟你说啊！快点，现在往回走吧。好吧，好吧。今天真抱歉，我得赶紧回家一下，家里有点事儿。是吗？改天再一块吃，好吧？慢点。好嘞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。 妈，我回来了。快吃饭，吃饭！吃完饭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急急忙忙把我叫回来。你快吃吧，丸子告诉你。 哎呀，小磊呀，平常妈不让你喝酒，怕你开车出事儿。今天啊，妈陪你喝一杯。您快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咱家呀，家门不幸啊！你媳妇出事儿了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今天下午2点，她去解放路咖啡店跟男朋友会面了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6多岁了，什么不知道？ 他傻子能瞒过我的眼睛，瞒不过。那您再说具体一点。今天上午我在练功的时候，看到傻子走过来，有点鬼鬼祟祟的，鬼头鬼脑的。我发现他不对，他手机的时候啊，动撒撒细看看，不太对劲儿，我就跟上去了。我跟人一看，哎，我挺啊，我听说他要跟那个网友的男朋友见面，把脸不认得呀，还说要手里拿个资料杂志作为暗号。 你想，要是过敏整大的时候，能拿东西当暗号吗？我还是不相信。你不信？哎呀妈呀，你这孩子哪都好，就一条吧，缺心眼儿。那你吃饭吧，吃完饭妈跟你一块去，我抓个现行给你看看。 怎么你倒心虚了？我觉得为啥虽然嘴不好，这冯远他还不至于啊。那在干嘛跟别人男人见面啊？那只是在网上聊聊天啊，交个朋友，不是真的呀。我说你这孩子这么窝囊呢？啊，现在大千世界，花花世界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你吓不吓你啊？你吓着？这还讲？
哎呀妈，您这属于偏瓜吧？这个，这办法找谁去啊？这个是妈的宝贝，妈，那左眼呢看电视，右眼做这些活儿，你也不怕缝歪了？这孩子，贝蕾啊，来一下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快过来一下啊！哎，过来你就跟这儿说吧。去吧去吧，走你就去吧。哎，贝蕾啊，你看没看见我一份资料啊？没看见。哎呀，你看见没有啊？什么资料啊？没看见。我就放在那电脑桌上，就是《金融文摘报》，用一个笔记本夹着的。我们办公室有的是，哪天你去拿一份。妈，你看见了吗？就是那旧报纸啊，对，还掉个夹。啊，对对对。是什么文摘？啊，对，您放在哪儿了？我给扔了。妈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不是开玩笑，我弄鱼怕弄脏了，我给它铺了，弄完以后给扔垃圾箱里。哎呀，萨萨，你不要太过分呐！干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的字儿，我都看了日期了，3年前的不能扔吗？妈，那是我托朋友从广州特意，哎呀，特意带过来的，这是我写论文要用的。您真是的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妈妈，您消消气。李莎，不就是一张报纸吗？妈又不是故意的，弄没了就弄没了呗。我告你，莎莎，别说是一张破报纸，就是个金伞，我想冷也照样赶你，信不信？这是我儿子家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还烦了你呢还。行行行，您说的对，这是您儿子家，可是也是我的家，我是您儿子娶的媳妇儿，我凭什么每天听您这训斥我？你躲开，你听我说完呢。有您在，这日子一天都过不好。你想赶我走？告你没门啊！行，您不走，等您害臊了，自己就会走了。李莎，你闭嘴。是吗？谁害臊？您是我害臊。您害臊！我告你，李莎，你贱人呀！他欺负您吧？哎呀，我欺负你了！大李莎，你给我回屋去。替他给您赔不是还不行？这太欺负你了！说吧，这么着急，什么事儿？黄法官，我想问问。我们这个什么时候判决？我还想知道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上次开庭以后，你和范丽莎有谈过吗？我跟她谈过，她也并不想离婚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别无选择。怎么个别无选择？他是用生命把我养大，供我上大学的老母亲。我总不能看着他天天以泪洗面，在那受着委屈。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别无选择。那你问过自己没有？你对范丽莎还爱吗？还有感觉吗？人总得遵从。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爱他的，也是非常有感情的。尽管我们发生了那么大的冲突，而且我还动了手。况且他也非常努力，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是天意。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办法。没办法，你就说这么绝对。是，这几年我也竭尽了全力，可是，在两个女人之间，总是一种对立跟扭曲的状态。我觉得我都几乎要窒息了。
莎，快过来吃饭。妈，吃饭了。我说李莎，你一天到晚还有完没完啊？我刚从包子铺买的热包子都热了一次了。你还是孝顺孝顺你妈吧，我要是上饭桌吃饭，非得让她倒胃，可不可？修复神经的物质。我不饿，我不吃，让他媳妇儿吃吧。范丽莎，我是王主任的同事，他吃了安眠药，现在在医院抢救。什么？王主任自杀，正在医院，你快来吧。我马上就到。别甩门，哎，走过来吧。三十多岁了，别再问了。
喂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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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请进，请进，请坐。那我这喝点什么？就喝白水好吗？行。哎，你这还是复式的，挺大的房子。对对对，3室2厅。你婆婆住楼上楼下呀？我婆婆住楼下，她上楼不方便。啊，你婆婆人在吗？她在楼下练气功呢。你们刚才上来的时候没看见她哈。来喝水，谢谢谢谢。你老公呢？他上班去了。嗯。本来我们今天来呀，是想跟你婆婆谈谈，没想到你在。那个我也正想和你们谈谈呢。你做什么菜呢？屋子里面这么香。哦，我炖了点那个骨头汤，白萝卜炖骨头，加了点什么黄芪啊、当归，据说有滋补气血的作用。你们家的人还挺会保养自己的。嗨，主要就是，王建磊他病了。王建磊，他什么病啊？他不让我跟你们说，他前一段时间住院了，他。吃了40多片安眠药。他想自杀。他这人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点意志薄弱。我觉得是他妈妈溺爱的，把他给害了。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就是有点家庭矛盾吗？解决得了就解决，解决不了也不至于寻死觅活的呀。王建磊的事情上一直都很顺利，应该是有结束。他考大学的时候不是全程状元，所以同事啊朋友都挺佩服他的，我也挺佩服他的。希望王建磊能好好养自己，毕竟你们的婚姻存在与否，关键的还是感情。做的我都做了，该尝试的我也都尝试了，起不到一点作用。太太范丽莎就婚姻问题协商过，她不愿意跟我协商，我也没必要跟她协商。黄法官，一个男人应该有事业，我必须从这个麻烦中摆脱出来，您能帮我吗？我今天想谈谈你母亲的问题，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？就是你母亲的某些做法，确实影响了你们夫妻的感情。她一个几乎没文化的老太太，而且对我有生养之恩，您说我能怎么办啊？你认为你对范丽莎还有感情吗？有，当然有。她痛苦，我也痛苦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就是让老太太单独居住。这绝不可能。他就我这么一个唯一的亲人，你能不能说得具体点？我想知道你的想法。这么多年，我当然希望这边也不伤心，那边又能开心，但这太难了。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？有吗？您要能帮我想一个，那我们全家都谢谢您了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想跟您的母亲谈谈，你明天下午把她约过来，你看行吗？您不会让她很难堪吧？这你别担心。那要不明天上午吧？我听杨法官说，每天早上你母亲都要练气功，她那个时间有。
对，连这个您都知道，真够细心的。那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别客气。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都他俩的事儿。是这样的，现在他们离婚呢，跟你是有原因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会找你来谈谈。跟我有关？哎呀，这太有意思了！我这个人呐，天生就是傻呀，又怎么这么胖啊？什么事看不出来？哎，把人得罪自个儿不知道。那你告诉我，我什么地方把儿媳妇儿得罪了？经常失眠。晚上睡不好，就起来在这个客厅里边转悠。不是睡眠不好，是特意的。我跟你讲，每天晚上，我看重点到那时候了，我就开始去了，看看门关没关呐，窗户关没关呐，两口子打没打仗啊？哎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怕他着急上火，一旦我儿媳对我儿子不好，我心里就不好受了。当妈如此嘛，操点心。前一阵儿，你儿媳妇儿给你买了个大彩电，您为此生气了？我生气了，不行吗？哼，家里有彩电，看得好好的，我的眼能看清，他眼看不清啊，非要花那钱买个大彩电干嘛？烧的，烧宝。他们离婚的理由是婆媳不和。根据我们了解，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的感情非常的好，但是现在出现了婆媳不和的原因，造成了他们感情的破裂。如果是因为婆媳不和导致他们离婚，将来您不后悔吗？后悔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儿子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前些日子还自杀过。我儿子自杀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快告诉我，不是梦梦吧？我站在你的角度，一边是自己的妈妈，一边是母亲。Thank you.
妈妈，你太太，他没你怎么办？哎，你说我这么一个男人，现在给我坦率的说，你太老实了。经常去哄他们，哄哄你妈，哄哄你媳妇儿，让他们觉得你非常关爱他。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了。你愿意跟法院一起做调解工作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哎呦，我还想喝点水，我心里太难受了。今天我们把被告和原告全请到这儿来，实际上就是想看看双方还有没有和好的可能性。今天我们还特意把王建磊的母亲也请来了，因为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孩子，最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。好，我们下面的谈话啊，今天完全采取一个相对自由的方式，大家可以随便说。范丽莎先说吧。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生活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，能忍就忍吧。你说的忍指什么呀？我知道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我，可是如果有些人能够让一步的话，事情也就简单了。那你说有些人是指谁啊？我，还用问吗？肯定是我了。我知道。哎呀，我跟您说，我不愿意来到这城市，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，就他非让我来，来干什么？我哪都不认的，什么都需要钱，哪都那么贵。哎，法官同志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跟我儿子吵吵几句，算是家庭矛盾？你继续说。我听说他们俩离婚是因为我，要是因为我，我可以走，我现在就可以走。你们俩呢，好好的过日子。现在你们好不容易有了钱，有了房子，有了车，但是不能浪费呀，孩子。我呢，别的不担心，我就担心我这儿子，怕他受气，你就对我儿子好点得了。作为你们这个案子的法官，我们听了双方的陈述，居委会那儿我们也去过了，也走访了你们家庭。至于你们的案子的情况，我们都了解，完全可以宣判待释。我们还是真心希望你们
能抓住这次调解的机会。我希望王建磊能够考虑法官的意见，不要轻易离婚。我之所以忍辱负重，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你忍什么辱了？我忍的是我，你忍的是我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谁叫我从农村长大的，从小穷啊，我穷怕了，到现在啊都落下后遗症了，见个白菜帮子就想捡，见着水的居然攒在一块儿，还戴个残废眼镜，这不傻子总给我急眼吗？哎呀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也知道啊，真是这青年人跟老年人还有些地方还真是合不来呀，这个脑子想法不太一样。哎，不说了，这里呢有2万块钱，我到咱们家有3年了吧。我的钱呢，不是给你的，不是给傻子的，我是留给我未来的孙子的。现在我把这钱呢，交给傻子。活塞凭借一波25比16的攻击波，在第三节时将比分反超。最后一节，奥尼尔独入难支，而闪电侠的韦德时刻也没有如期。73，尼克路活塞5年内第4次作为了中部赛区的头把交椅。看完了东部的榜首之战以后呢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的马刺队。如今的马刺队是以半场的优势领先身后的达拉斯小牛。由于小牛和马刺是同属西南赛区，而季后赛的排名规则又是采取赛区保护制，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两支球队如果同属一个赛区的话，如果一支球队排名这个赛区的榜首，那么另外一支球队就只能是排名第四位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马刺势必要全力以赴。那么今天迎战掘金，他们却输了球。现在马刺队和小牛队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哎，那你妈在吗？没有啊，姐。她可能走了。估计他回老家了，是不是咱们让他太伤心了？是你让他太伤心了，谁让你起诉的？还拉着他老人家到法院去受刺激，还说自己是孝顺儿子呢。吃饭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吃完饭再说吧啊。那咱们怎么办呢？这是老太太在法院
给我留下的那2万块钱，你说好了吗？我明天就要出差了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正好你可以好好的反省一下。好啊，你就都走吧。王建磊诉范丽莎离婚案今天宣判。这么快就判？可范丽莎出差了呀。我们已经通知了双方的当事人，范丽莎就是不在场，判决也生效。哦，那好吧。本庭认为，你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，只要处理好家庭矛盾，是可以继续生活下去。鉴于此，驳回王建磊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，不准离婚。完了！咱们完了！我儿子不离婚了，儿子不离了！我跟傻子谈好了，我俩成朋友了。不准离婚！太好了，不离，法官，谢谢你们，您真是太英明了。上次从你们那一走啊，我就回到家了，傻子把我捡回来了，非要跟我一块过。还愣着干嘛呀？赶快谢谢法官！来，王建磊诉范丽莎离婚案。
亲生的了。从医学的角度上讲 ，O 型的母亲和 B 型的父亲是绝对不可能生出 AB 型的孩子。我有权利知道。就是在那一瞬间。